可以吗？楚楚，楚楚，楚楚干嘛？楚楚，楚楚在牵羊聪明，你只能靠自己了。时光，我们办公室要开趴喽！掌声鼓励鼓励！哦耶！太羡慕你们了。其实我就个人在对面那一栋上班，我每次经过看到你们的楼层，都觉得天哪，你们真的太幸福了，太开心了。今天呢，午茶音乐时光就是我们来开趴，当然希望大家已经有吃饱喝足。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今天两位创作人、音乐人张丽阳跟孙盛熙呢，他们下午有亲手做的点心要来给大家吃。虽然说因为要把那个成品留给大家吃，所以我只有吃了半成品，但是我要保证这一集的食物非常的好吃。那刚刚大家都有投名片了嘛，对不对？名片在这，在我手上，来来来来，现在呢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小厨师，让我们欢迎张丽阳跟孙盛熙。哦耶，欢迎。Hello， Tutor ABC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丽阳。Hello。我是西西孙盛熙，嗨哦，大家应该还有胃可以吃他们做的料理吧？要不要先跟大家说一下你们今天做什么？好，我今天带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来，就是我觉得你们要嘛就是会觉得很酷，不然就是会傻眼。为什么傻眼听起来是那个？还是好吃的哦，只是那个食材你会觉得有点傻眼，可能跟我一样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因为我觉得如果男生要运动啊，然后就想要吃很多肉，养就是煎鸡胸肉啊什么，那个已经是就是落伍了。对，我有一个很酷的东西叫做天贝。天贝有人知道是什么吗？你有听过吗？其实我觉得我想要带给大家的就是一个轻松无负担，然后一个健康的一个一个料理，一道料理。然后我就在想可以怎么把它做成料理。黄豆、大豆，不是干贝，我听到了，它不是干贝，不好意思，对对，它是大豆类，它是大豆类，它是大豆、黄豆啊，经过发酵之后，然后变成的一种很特殊的口感的一种富含高蛋白质和维他命 B 群的一种超级食物。蛋白质、维他命 B 群听起来就变变叫，可以的，可以的，我明白，我明白，明白，明白，眼神。那西西呢？你今天准备什么？我今天准备的是我的家乡味，然后我觉得也许是我的拿手菜。我比较喜欢做我有把握的事情，所以这一道菜是我做过的，但是做一点变化。然后今天有两种，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也比较彩色一点。有两个口味，有尾鱼的，还有牛肉的。好，待会可以有四位幸运儿吃，那我抽两个，然后你们各抽一个，怎么样？ 好，我先来抽个两个，那你们各抽一个。好，来公布。我先念还是你们先念？你先公布你的。林金靖 Ivan。 Ivan 金靖在哪？金靖，公公公公公，恭喜你，恭喜你。哇，是我史上看过最冷静的得奖者吗？哎，你连就抽出幸运，他也是一样很淡定的类型。哎，哦，真的吗？那西西，你的是？我的是，我甘乃迪，甘乃乃凡，乃凡在哪？乃凡在哪里？乃凡难道是吃饱就回家了吗？会不会太快？哦，在后面好不好？不要不要的，我们往前，我们往前。还有我抽的是乙慧，乙慧在哪里？哎呦，辣妹乙慧。还有一个是 Daniel Lee， 欢迎，恭喜四位。今天这四位呢，我们帮你安排了超级 VIP 的座位，然后我们由我们专业的小帮手来为你们上菜。四位请入座。哟，你已经会上菜。I see blue skies reflection。 这
个是一个我们买菜的时候就觉得哦，有点兴奋害羞这样，然后可以一整天看着它，真的是个享受。我的小队员来了，欢迎小队员！耶！天哪，帅哥美女，欢迎我的小队员孙胜熙、熙熙，还有江丽啊，孙胜熙。而且你是刚刚买是很喘是不是？对啊，我们特别去买了好吃的一些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然后要带来就是犒赏公司辛苦员工们。所以那是你的料，然后熙熙今天就准备两盒蛋，对，没错，对，十六颗荷包蛋的概念，对对，或者十六颗水煮蛋。好，那我们来看看你们今天买什么好了。好啊，好，好啊，我们来瞧瞧分赃的概念。你们是把你们的菜都放一起，对不对？所以要分开，就是。是的。哎，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个企划，就是今天呢，我们不能说，你们不能说你要做什么菜，嗯，就是要让大家看直播，大家就是根据你们买的料，然后来判断你们今天到底要做什么。欢迎大家一起来猜一猜。首先这个是谁的？我的。烧海苔。海苔。海苔。还有这个是谁的？牛肉吧。牛肉好像是我的哦。哎，等一下，你们真的知道自己的是什么东西吗？有确定吗？菇呢？仙菇道。仙菇道是我的。还有甜椒、彩椒、鲔鱼片是哦我的。对啊，大家可以猜他们要做什么菜。这张专辑是置入吧？我的。这个我跟能介绍的机会不多，赶快趁现在。我的第三张创作专辑《女人 Woman》在七月发行，请大家多多支持。支持孙胜熙。这是创作之外也有制作整张专辑，所以制作人更放入了更多想法在里面。嗯，制作人很苦哎，怎么这样想不开？昂菜桃，主持人叫昂菜桃吗？中，台语蛮不错的。对，我的，你的。怎么那么多菇啊？我的好多综合的菇。我不得不说，目前看到为止，你的很养生，就是对，感觉分量很少哎。又是菇，这也是你的。讨厌，蟹肉棒是谁的？我的。哎呦，为什么？哎呦，食材有点哎，我的有点多哎，怎么办？哎呦，新 EP 是迷你专辑对不对？没错耶，我的正负一创作 EP。嗯，里面有四首歌曲，然后现在已经发行了。那里面附了后面这一本是？这是在纽约拍的写真手札。哦，待会就你做菜的时候，我可以来翻一下这样子。好啊，好啊。听说很性感，很性感，三点不漏，三点全漏，都没漏，哦，都没漏，是不是？天贝是什么啊？哎，主厨，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啊。这东西很厉害哦，它其实非常营养的。天贝是可以介绍一下吗？知道这东西的人其实蛮不简单的。对，所以是你要用的。对啊，它其实是一个发酵的，有点像是纳豆一样，是用豆类去发酵的。嗯，对。然后通常我们会拿来炸或者烘干，像炸或烘干，所以这是提示吗？是今天料理的提示。它很厉害啊，它富含维生素 B， 嗯，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蛋白质，嗯，对，非常营养的一个食材。哎，我真的完全没听过天贝，还有玉米粒，玉米粒我的，你的，最后两样。小黄瓜跟这是也是我的，好多啊，都是你的，我很贪心。你们全素的，这个是你的一个，我的一个，对，两个人都有蛋。天哪，有人看猜得出来他们这样分别要做什么菜吗？应该没有，对不对？这边可能就是很多料炒蛋，这边素的炒蛋。你说就是一个荤的，一个素的，对不对？两位平常会下厨吗？明白不会。会啦，但是就是比较少。所以这两道料你们各自都有做过？我有在我的影片，就是煮菜的影片做过。嗯，但是平时我也比较少，而且隔很久了，我也要回想一下到底怎么做。所以今天要慢慢回想。对。那丽阳这一道你做过吗？
他们分别我都有接触过，但是就是他们合在一起我只有吃过。所以今天是初次挑战。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来上这个节目的艺人很喜欢把他们第一次挑战的料理在这边就做，然后都有他，对，然后就推给主厨。我可以加薪了吗？好，但是他现在还是要提醒两位不要讲出你们今天做的菜名。我们是很传统的综艺节目，就你如果讲到菜名，天空会降下个板子打头顶那种很复古的，你们看过吗？会是电，对对对，会真的会是电。好，两位加油，祝你们今天做得顺利。先把这个菇全部把它处理好，那菇本身就不要洗哦。为什么菇不要洗？菇洗了之后就炒不香了。菇不要洗。对。大家会觉得说，哦，菇可能会有农药什么的，但其实它就是在木头上面、椴木上面去种的，嗯，然后还有或是太空包，所以它基本上是不会有农药，喷农药的地方长不出菇类。哦，真新知识哎！喷农药就是杀掉那个菌嘛，这样就好了。那这个蘑菇它比较脏的，我们就可以这个可以洗了吧？这个不用，我们等一下拿这种小湿纸巾，然后给它沾湿，用擦的红土擦掉就好了。怎么有点疗愈的感觉？交给你了。好，好。所以丽阳要先处理菇的部分。生鲜这边我们来是切个，你要包进去嘛，所以是要擦掉。所以它不要说是你透露太多了。哎，这样好难讲哦。所以刚刚除了就是有人猜那个丽昂的菜色，就是目前是在猜就是菇菇沙拉或菇菇火锅，有没有让他猜一下西西他今天要做什么？就根据那个蛋啊、肉啊，我觉得海苔应该是一个蛮大的提示吧。这两个都可以。哎，这本写真很，哎，怎么了？帅气照连发哎。对。这其实是在就是纽约那时候也有拍摄这张专辑里面的，星空左右的 MV， 嗯，然后其实是一边拍 MV， 然后有摄影师一边抓拍，嗯，对，然后当然下面也有写上我的很多心情的文字，就是一趟旅程的心情文字，然后整理起来变成一个写真手掌，可以给大家品乓姐那个写真里面长什么样子，再大概整理看个两三秒这样。怎么办？隔壁动作很快，你会不会有点紧张？你只擦了三颗蘑菇，很优秀。而且就是做菜就是要这么优雅，对啊。而且不瞒大家说，大萌发现今天我都不能碰这边东西，因为自从上一次跟陈明哲合作之后呢，就是我被剥夺了一起参与做菜的权利，我不能再加入你们这样。为什么？因为有人拉肚子吗？就是大家就看我就觉得很烦躁，技术太烂。我们是不能有流血镜头的哦，因为我是直播，出去会来不及马赛克。好，小心。帮忙要唱两句耶才能帮忙。哦，对，对啊。哦，我来呢，我来好了。一个歌手居然不愿意唱歌，你要自己接萝卜。所以这边也要聊聊。哦，所以要连在一起。碧阳那边会那个速度有点慢哎。他说他后面很快，他说他这道很简单。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那你动作要加快。好，我要求救好了，我要唱歌。自信满分。哇，好，求救，我要唱歌了。你想听？你想听慢歌还是快歌？哎，可以指定。切菜应该来点快歌吧。好，一、二、三。我夺回我的自由，拼命的往外逃，就算后悔在等着我，选择不留。可以那个给同样的节奏吗？可以那个给同样的节奏吗？OK， 说一说一说。主持人，你不要干扰我们的歌手。我帮你。Sorry。现在要跟上节奏，考我。哎，不知道是谁要配合谁才对。对。来喽。Go。3, 2, 1, go！ 我要帮你 beatbox。好，对，你好，你来试试看。可以了，可以了。这有多难？我觉得刚刚那个算求救成功，有啦。因为这一张 EP 也是都是你自己创作嘛。对。对，全创作。你自己在做你的音乐，也是像你做菜一样磨半天的人吗？比如说我有几个阶段，会先写旋律，然后写歌词，然后对，然后就会写着写着，有时候会一次就好了，就一次就做出来，然后但是有时候会修修改改的。可是修修改改，你要怎么确定你的成品哪时候可以端出来就 OK， 这道菜做完了？
配吗？会知道，自己知道那个状态到了。我换主厨，换主厨照顾一下那个丽昂。我这样切 OK 哈，如果这样切丁的话，这样先切丝，先切正常的啊。所以你刚刚有给大家持续的提示，你这套菜是比如说你自己常吃，或是哪一国的料理，或是干嘛的吗？我的家乡味，你的家乡味，对，韩国思密达，是的，思密达结尾有错吗？没有错，没有错，思密达。而且丽昂蛮酷的，他到目前为止都坚持不求救，他都可以自己 handle 一些。我好像什么都，其实手势还蛮不错的。这个对，刚刚好像没有很利耶。主厨有人抱怨刀没有很利。对，主厨，怎么回事？为什么？啊，没有没有，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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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切法的问题，都是我的刀的问题。对。而且我刚刚听到西西切肉切到在喘，这样有多累？性感吧，性感吧。刚刚丽昂有介绍一下他的那个正负一，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虽然已经发行了一阵子了，我的第三张创作专辑，然后我参与了整张的制作，我觉得可以发挥到自己脑子里的心里的音乐，呈现得更贴近自己，所以很开心。贴近自己女人的样子，对，就是从女孩走到女人的这个阶段，然后也有性感的一面在里面，里面有跟 Jason 合作，闯空门。对，刚刚你说喘气，我就想到闯空门。对，哎，丽昂见到西西会不会觉得很兴奋啊？毕竟你的偶像剧都有搭他的作品，哎，就想说期待见到他很久了。一定要讲那个兴奋这个字吗？兴奋没有错啊！我看到他就会想到我在那个浮士德的时候，想到以前拍戏的时候，就会想到 I will love you, I will love you, 爱像潮下。哇，他真的很会唱哎，很会撩哎，很会。他没有想要求救的意思，没吗？求救，求救，唱两句，趁机求救一下，紧张，可以吗？主厨在忙，主厨在切洋葱，你只能靠自己了。因为我没有这样做过，应该可以啊。好，没问题，安全的落进锅里。我是二厨，二厨才是剥洋葱、切洋葱的。还是你请丽昂帮你好了，帮你确认一下。你要看一下吗？香 OK 吗？可以，好随便哦，超敷衍。要帮忙吗？没有。那你要吗？好。为什么特别的手法？比如说像这样，但我弄得不好。那不要了，那不要。拿你的泡菜吗？拿你的这一道来可以炒了。我自己做料理的东西，其实多半是用，就是切好之后就烤，或者是，就是我吃东西很简单，就是以简单，不要很多很复杂。对，然后鸡胸肉啊什么的。但我觉得他都很淡定耶，没有很慌。就是丽昂，就是一个他家厨房失火，他也会不急不徐去拿灭火器的人。这么夸张？完全超级淡定，我没看过这么淡定的人。那个菇就是把它放上去就好了。对，炒到它有点缩水，它都没有声音哎。等一下，我们可以用后置啊，你想要哪一种音乐？Oh, yes. 你放下那个我的脱单灰色，然后我帮你跳。很雀跃，很开心，然后后面还要飙高音，他整个会飞起来。他太兴奋，他跳出来。这好没有吵的感觉哦，他们好淡定，跟我等一下就开始了，跟你一样，我一样，静止。哦，好香哦，好香哦，有吗？很香哎，太棒！哎，那里好香哦，那个你的黏，好哪一个？这个哦，他在说他的菇啦。然后边讲好像，然后你就看他东西一直往旁边掉。不是，而且重点是我现在看到拍摄的画面，他根本没有拍到你的菜，只 take 你的特写，一直说好香好香，然后这样，然后不知道什么东西这样。好香哦！今天就是让面子随风去，不用强求，我一定要说我会做的。但烘蛋可以最后可以配一些酱料吗？可以啊，
都可以调，都可以配啊。你应该用韩文讲你今天料理名称叫什么？我今天的料理是中文叫韩式饭卷吗？我会做两种，今天会做两种饭卷，一个是鲔鱼饭卷，鲔鱼饭卷，另外一个是牛肉饭卷，牛肉饭卷，참치김밥。참치김밥，참치김밥，참치김밥，참치，참치，참치김밥，참치김밥。对，这个是소고기김밥，소고기김밥，소고기김밥，소고기김밥。没错。好，不要再问我了，我完全忘记了。好，所以饭也煮好在那边，饭需要先弄冷吗？也要先装才弄冷。对，稍微要也要调味一下，但是我还要备一下料。天贝呢，其实它是。它是所谓的超级食物，就是它里面呢富含维生素 B 群，然后有很多的蛋白质，然后很多的就是素食主义者都会拿来以它来做肉的替代品。对，因为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很高，所以我吃素的时候，为了要维持蛋白质的 intake， 我就会吃天贝。对，不然大家可能蛋白质摄取就是豆类啊，对，其他。而且它很好，因为它因为一般的豆类会胀气，对不对？对，对。可是天贝因为它发酵过，所以它就不会有胀气的这个味，而且还对胃比较好。对，然后我们来处理你的天贝。我觉得其实天贝用，你可以闻闻看，它很香，好香吗？有，切成片是比较好看。这个切片倒是蛮有架势的。超级好吃！哇！对，哇！来，请坐，请坐。好，四位，这个就是西西的饭卷，对不对？对的。那丽阳呢？你要不要跟大家说那个天贝是在哪边？它是天贝烘蛋，是最上面的那一个，最上面的那个。对，有一它就是有点像是，因为我看到其实原本我看到的食谱是类似像是用 pepperoni 或者是用那种香肠，然后我就用这个来代替，因为香肠毕竟还是加工食品，这个比较健康一点，以养生为出发点，非常健康，希望带给大家一个美好，然后轻松，然后。的一个夜晚，对，轻松一点，看起来很僵硬，就是我们是开心的 Happy Hour， 好不好？是开心的享用美食，这样 OK。好，那就请四位好好享用。那后面我们就好好来听歌好了。那我就把剩下的时间交给西西孙盛熙喽，请大家掌声鼓励，欢迎西西。Yeah， 很开心。我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来这里。跟大家见面，然后可以在公司里面唱歌，真的对我也是很特别的经验。希望你们可以开心的享受餐点，然后对边吃边听没关系。好的，我要带来的是我的新专辑《女人 Woman》这一张里面的一首很疗愈的歌曲，跟演员钟瑶还有我的好朋友 Molly 一起写的歌词，我的创作曲。这首歌叫做《自我愈合》。哭过了就不再哭了，悄悄拥抱伤痕，我自我愈合。下雨了就唱脆弱抵挡，让坚强不慌把心放亮，不着凉。天亮了就不怕黑了，伤的痛的碎的。谁断线缺氧，失落失去失望的回忆带了喜也开了。 But 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Do you really feel it? Yeah， 回家的街上双手空的陌生，看影子亲吻，形状清晰不深。
擅长，配红就要光，舞步中像夕阳，我开了扇窗，许些愿望，轻的让人忘，就不再哭了，悄悄拥抱伤痕，我自我愈合，下雨了就成脆弱抵抗，让坚强不光把事发亮，不照亮，天亮了就不怕黑了，伤的痛的碎的都会自我愈合，曾为谁的心缺氧，失落失去失望的回忆带了心也开了，脆弱伪装，不需要关怀，却要等待。Stronger than ever 不是伪装，不畏惧失望和太疯狂。在大家分裂的时候、崩溃的时候，希望可以这首歌带给大家疗愈的感觉。自己了、oh, oh, 我自我愈合了，自我愈合。好热情，好像那个球踢进了的那种感觉。谢谢，好开心可以跟大家见面，然后还可以吗？没有吃完。没有了，慢慢吃慢慢吃。哦，把我的饭卷吃完了，剩下了你的那个天杯。开玩笑，刚刚那首歌就是收录在我的最新专辑《女人 Woman》 里面。然后这张专辑的话，我除了创作之外参与了整张的制作，所以大家可以听得到更贴近孙盛希的音乐跟想法概念。嗯，我把心里的脑子里的音乐直接这样呈现给大家。然后女人这一张就是环绕着女生女人会遇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专辑里面有姐弟恋的故事，或者是多年感情的故事，或者很性感的故事。有一首歌叫做《闯空门》，跟 Jason 的合作，希望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然后接下来要带来的是我的第一张里面的歌曲。哎，我也想问问大家有想听哪一首吗？好，那我就带来这首。啊，什么？自然凋谢，我可以清唱吗？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准备。哎，谢谢你捧场，不然尴尬了。没事没事没事，你不用弹，太临时了。可爱就自然凋谢，就过落时光里面。独立的感觉，我们徘徊旧世界，却找不到旧热烈。
上就写下曾盛开的一切，自然凋谢。为你，真的不是讲好玩，就是在台上看西西唱歌的时候，对，印象很深刻。这样，他真的太会讲话了。就很，我是很享受在当下跟他的歌声当中。好的，我的第二首歌就是《跟你住》。有过几次旅行，周末我在你房间里，我心情再不规律都要你稳定。我们那么熟悉，算不算对未来预期？我单纯想在一起，这样子而已。我想过这个问题，跟你住在一起，想搬进你心里，其他烦心的都不考虑，从寂寞搬出去，跟你住在一起。我没有什么心里，只有对你的交给我打理，我心情变得规律，因为你安心。生活多不确定，我需要身边有个你，单纯的想在一起，这样子而已。刷一遍，然后推车的时候，有一种你知道的。我觉得今天的一天的行程很像一个就是新婚夫妻。他讲出来了，不是我讲的。这首歌是许佳莹学姐帮我写的歌，然后带来了
跟专辑不一样的不插电版本。那接下来还有更精彩，因为我今天真的最近才认识到他，然后我觉得他可以演戏，他可以唱歌创作，然后今天看到他主菜，我真的是哇！我看刚刚看到你们也是哇这样子，好，要介绍他了，张力昂。有看过《等一个人咖啡》吗？对，我刚刚一直看到布鲁斯在那边。对，那时候我就是算是出道，然后拍了《等一个人咖啡》，成为演员。那接下来我拍了几部电视剧，在1989《一念间》里面，还有《浮士德的微笑》跟最近的《三明治女孩的逆袭》。那这一次的戏剧呢，我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为这个戏剧创作。主题曲跟片尾曲还有插曲，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推出了一张结合了我戏剧跟我的创作的一张 EP。 那所以我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Still Love You。 这首歌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写的曲，那那时候刚好就是拍咖啡的时候，所以有点像是在对那时候的自己喜欢的音乐暂时的跟他说再见，然后告诉他说我依然会爱他，有一天会回来找他。那现在在三明治女孩的逆袭里面担任，就变成了片尾曲，所以非常的开心。理智的落叶，明白所谓蜕变，就像候鸟起歇，人与人间这只为摩羯，再多的修剪剪不出完美。永远徘徊灰色地带，我擅长对世界演戏，却离不开，也无法逃避。缠绕心中的旋律 ，You never know I still love you， 那份爱还清晰。永远徘徊灰色地带，我擅长对世界演戏，却离不开，也无法逃避，缠绕心中的旋律。装在心里的最深渊，
love you。 那份爱爱情细如往昔，最远的距离是身边有你，却只能继续拥抱你的背影。 So when you try to keep me in your mind，谢谢。早知道就选开心一点的歌。对，再诚挚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下一首歌好了，就是《星空左右》这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三明治女孩的逆袭》的插曲，在1981年间的时候，那时候拍戏的时候写的。对，然后也是有一点点悲伤哎。对，那大家吃饱了吗？吃饱了。OK 吗？好吃吗？天贝还可以吗？对对对，就是健康，大家一片静默，是还可以吧？哈 ，OK 哈，好。对，那上面有一个很早上有一个烤肉酱，我觉得很好吃。对，是临时现场发挥的，对，是大厨发挥的。大厨的蜜条酱汁，然后帝阳问他说这个成分是什么，他也说不能讲。对，所以我只会做那个烘蛋，但那个酱汁，对，就没办法。那接下来带来《星空左右》这首歌，在讲就是其实在讲遗憾吧。对，星空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可能你曾经跟喜欢的人一起看着星空，后来没有在一起了。可是这片星空永远都会把你们连着，因为它就是同片星空，给大家带星空之旅。都习惯没变成自然，随环境演化淘汰，白球鞋松开的鞋带，此刻停下或离开，星空左右分成两半，你一半而我一半。 I love you forevermore， 为什么还是期待？当习惯被变自然，怀念却像呼吸简单，星空左右分成两半，你一半却分他一半。再过倔强，一下学会勉强，我失去了方向，
怎么遗忘最平淡的生活，最孤独的寂寞，最最最想听到的是你的声音，你在心空所有笑得灿烂，泪随流星划下了一道道遗憾。当习惯没变成自然，随环境演化淘汰。 I love you forevermore， 为什么还在期待？ You and I。哇，真是的。然后我真的今天很惊艳，跟他练，包括练团，然后今天听他唱歌在舞台上，觉得太唱得太稳了，就是他的两个身份都很敬业、很专业，所以我觉得很惊艳。不紧张。谢谢张力昂，谢谢谢谢。然后我知道今天力昂跟孙正熙你们特别问了 Total ABC 的大家，你们有多准备一首歌曲是你们的合作，对不对？要送给大家。然后我能保证接下来这个会比较开心一点。对对对对对，不会再那么哀伤了。我们要扭转一下气氛，对对对，我们再度欢迎我们的西西孙正熙。耶、yeah! ！因为是 Total ABC， 嗯，我们准备的是英文歌。对，我们准备的是就是 Jason Mraz 的。Lucky， 那希望大家喜欢。Do you hear me? I'm talking to you across the water, across the deep blue ocean under the clear blue sky. Oh mine, baby, I'm trying. Boy, I hear you in my dreams. I feel you whisper.Across the sea, I keep you with me in my heart. You make it easier when life gets hard.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How long it takes waiting for a love like this.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I wish we had one more kiss. I'll wait for you, I promise you. I will. And I'm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Lucky we're in love in every way. Lucky to have stayed where we have stayed.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someday. Let's see, do it I love where we meet. You hear the music, feel the air.I put a flower in your hair. Though the breezes through the trees, you're most so pretty. What I see is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round. You hold me right here, right now.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Lucky we're in love in every way.
Lucky to have stayed where we have stayed.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someday.后面看，我还想说，哎，怎么会有 Tutor APC 的员工在那边唱歌？然后一看，哦，不是啊，是孙盛熙，衣服也太像了。今天谢谢两位，辛苦两位，谢谢大家。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可能会有拍照啊、录影啊，那你上传的时候啊，欢迎可以 tag 张力昂、tag 孙盛熙，或是 tag 我们午茶音乐时光都可以。那今天的餐点呢，摆盘啊，还有就是辅助这两位就是音乐人。都要感谢旁边我们这位Jim主厨，请给Jim主厨一个掌声鼓励鼓励，谢谢，辛苦了。那，希望大家今天有吃得开心，也听得开心，你还开心吧？我从刚刚就一直眼神离不开你，我很怕你不开心。有开心就好，好，主要是希望大家有度过开心的一个小时。今天谢谢大家，跟大家说再见，谢谢大家，拜拜，谢谢。午茶音乐时光，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这样举，硬举，然后往上。往上 go 压下去，继续，对，压下去，压，吸，肠子破掉了，好，就这样吃吧，跟 seven 卖的糖差不多、啊，那黄瓜是咬不断的，哪有人吃东西这样子的，长多大了，你吃东西这样子。然后还被他发现我不上垃圾都扫到地上了。我等一下会发现这一根黄瓜在地上。不要抓到哦。你不要动。无意识的就把它捏了。我不信这个特写画面你们会用。我觉得音乐就是灵魂的养分，音乐就是灵魂美好的养分，就像美食一样，会带给人家快乐。我觉得音乐跟美食在我的心里都是，我对音乐的要求也很高，然后对美食的要求也很高，而且他们都是在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所以我觉得音乐跟美食是同等的。我觉得那个也会剪进去吧。